我是刚刚列车长的，2014年5月15号，他被捷运松山新田线松江南京站。然后看一下哦，7点23分所拍摄是开往新店的 C37 新资三系列332331编制，光亮线刚刚和时间列车，松江南京站行。在松江南京站是银行。开启车门。关闭车门。开往新店，好，316次接个，那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对我们的地方评论了，拜拜。